这样做，也就说明他们对国内市场的重视，在品牌策略上也有很明确的方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调整我们的营销策略。那如果要改变商品结构的话，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。你马上通知大仓进行盘点，特别是精品库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现有的商品结构，来调整我们的营销模式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 快点啊！你那么聪明，快来帮我打 boss！ 你看看，就在这，我这里有总都过不去。快帮我，我快死了！这种游戏一看就是要攒经验、升等级的，我没玩过，帮不了你。怪不得我买的这些装备都穿不了。穿不了就卖掉吗？对呀，我可以去聚宝斋把这些装备都卖掉，这样还能省点钱。银耳莲子羹。 是吧？ 你老实和我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？怎么这两天突然对我这么好呀？又是牛奶，又是银耳莲子羹的。我刚刚是在跟朋友吃饭。 顺便帮你打包，不吃就算了。<笑>你哪个朋友啊？这么惨被你当借口。爱吃不吃？你放手。你先放开我。想吃还那么多废话。 喂，小陈，明天要盘点，可以啊。正好查看一下张经理辞退后交接工作是否安排妥当，尤其要注意精品库里面的限量版和大牌新款，盘点一定要清楚。嗯。你们公司还有限量版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内仓货品尺码齐全，什么都有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 原来仓库里还分有精品库和普通库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？所有仓库，无论是大或是小，都有四个字在他们门口：闲人免进。我是闲人，但你不是啊，就带我去看看吧。还是说，你那些什么精品库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东西？ 你怕我这样识货，去了以后，你没面子呀？这边请。精品。 库房。哇！严总，高小姐没事吧？我怎么觉得她呼吸好像有点困难啊？她健康得很。你这还真的不错啊，有点好东西。 这款今年大热的马鞍包包设计灵感源于充满野性的猎具包带，好看实用又率真，不错不错。哇，这个烧空镶嵌宝石组成的包包，比杂志上看到的还要好看哎！这款包超级限量的，预定要7个月才能拿到呢，你这居然有现货！ 好厉害啊！这位高小姐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她呀，经常跟我炫耀的就是，长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只要是美的，她都爱不释手。
戴手套。戴什么手套啊？你们一能够还卖高仿啊？高仿？这款假包仿的奇珍，但它确确实实是假的。有证据吗？这款十字纹牛皮包只出双色款，是不可能出这样纯黑色款的。我怎么看不出来是双色的呀？这俩不都是黑的吗？这要很仔细的看，这个正品包包的底部是黑色，但却混合着红色的质感颗粒，但是这个假包就是完全黑色的。再看看这个包包的走线和包边，这款假包的走线还算整齐，但是很明显它是比不上这个正品包包走线直的。我们再看看内部，看正品包包的扣呢是这样的，按钉扣，而这个假的包包呢，它的扣完全是靠这种吸铁石吸上的扣，这个差距够大了吧。哦，最明显的呀，就是这款包包呢是五金出名的种，可是这个假的包包完全不压手。看看，真的呀，比较轻，重一点吧。的确重一点。别的东西呢我不敢说，但是包包我是绝对不会看错的，不然我这十几年的经验不是白买了，哦不对，是白活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我们只知道仓库的库存品类和数量，但真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。你们连真假都不能辨别，还做什么电商啊？这怎么保真啊？大仓确实没有设立鉴别真假的部门，货物都是原厂原装进来的，如果客户要退货的话，也会直接退到处理中心，由厂家自己负责鉴别，也不会退到我们的仓库里面。你们的具体流程我不清楚，但是我可以200%的确定告诉你，这个包包一定是假的。难道是送过来的时候就是假的？这些包都是原厂提供的，所以不可能有假货，但如果真的是有假货的话，也只有可能在这个仓库里面动过手脚。严总，昨天江经理离职前我们交接工作进过精品库，他走的时候情绪好像不太好，会不会……我们直接看监控器记录，走。出这里的人那么多，怎么确认有谁动过手脚啊？就算再困难，也必须找出问题，保证正品是我们对顾客的基本保障。哎，停下停下，退回去，有个人行为有点奇怪，就是这个穿牛仔衣的。哎，暂停，能不能放大？你看他手里拿的什么？他怀里揣了东西。江经理，他揣了个包。江经理，小陈，哎，把江经理昨天碰过的所有包包全部给我找出来，我们鉴别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走，快走。天哪，他不止掉了一个哎。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不好，严总，刚刚查到还有一个包被新客户拍下，现在已经在快递的路上了。赶快通知快递员，叫他停止送货，赶快回来。好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关机了，要不我马上联系上级主管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联系上他。不，暂时来不及了。如果货到顾客手上的话，我们亦能够的信誉就完蛋了。把订单资料给我，我去追。高阳，来帮我鉴定一下真假。今天应该没事吧？没事。一天薪水300块，
我给你3000，你把今天时间都留给我。愣在那干嘛？上车。像我这样充满侠义的人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呀。你把我想的也太小气了吧，居然还拿钱来收买我。你干嘛？安全带。你怎么了？穿成这样，身体那么不好。什么呀？没有。坐好。